老师，你长得像吴彦祖，你长得像吴亦凡，你长得像吴奇隆，你长得像我，你长得像我，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告诉我你什么意思？不是委屈你了吗？不是我有那种丑到让你连一条狗都不如的地步了吗？啊，你长得像吴亦凡，你长得像我。那是爸今天不打你，你看着我，你把爸爸衣服给弄掉下来，把这，但是呢，但是你妈，你把纸巾给弄了，这纸巾就像爸爸的左手一样重要，你把它给弄了。今天我不打你，我今天得弄死你，知道吗？屁股给我翘起来，快点给我对着纸忏悔，快点，屁股翘起来，翘高一点，别动我，我刚起来，我有起床气啊，老师，我跟你说，你非得逼我是不是？离我远点，我有起床气，我再跟你说一遍。这起床气怎么样？妈的，你也就在家里跳来跳去的，你有种出去跳呀！我要是你出去跳，你就在家里面像条浪，我看你在家浪，还浪不浪了？有种你出去啊，出去跑两圈就怂了跟狗一样。老师爸跑不上，爸在家跟你吹牛逼的都两圈了，累得跟条狗一样。你得，嘿，老师，你有 freestyle 吗？你这个表演除了颜色有点黄之外，这个表演还是很成功的，没有什么瑕疵，可以停了，可以停了，停了，停了，很棒棒。那是你看着我，爸爸跟你说，我总感觉你长得像个鸡吧？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不是我污了啊！哎呦我操，你看见没？只要不露到尾巴的话，你怎么长得像？那是你多吃点。多吃点，过年回家我们吃个狗肉火锅行吗？啊，不吃狗肉火锅，吃个红烧狗肉。啊，红烧狗肉也不能吃啊，吃个狗鞭，狗鞭也不能吃啊。可是我想吃狗肉啊，吃个狗耳朵行不行？我今天发现了一个喂狗狗吃驱虫药的神器，这上面是一根狗用的火腿肠。你看，我们一定要让全部射到拉斯的嘴里，拉斯嘴巴先张开，坐一下，坐一下，嘴巴张开。全部射进去，看见没？